直播了，嗨，我是 Kevin， 大家晚安。上线的同学赶快跟我打招呼。我跟你们讲，今天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有去百货公司逛过周年庆，对不对？我之前有去百货公司逛过周年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边念说啊，我家的吸尘器想要换一台吸尘器，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去百货公司看了吸尘器，结果他们现场 demo 只有一个，不是我想要买的。Hi Ken 昌你好，好美 ，Me Jessica 晚安，彭雅伦 ，Amity 小薇 ，Hi 大家晚安，铁心你来了，赵妹妹晚安 ，Jessie 陈宏婷你来了，淑芬纤维 ，Tokay B 得过奖哎 ，Wenting。嗨，晚安 ，Charlene， 吴亮亮 ，Renee， 杨叶，江宝玉，嗨，大家晚安。我说，大家还记得吗？我之前带大家去逛那个周年庆的时候，哇，我哈不啷当买了，那个时候买了快三四万块的东西。然后我本来说我想要换吸尘器，那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 Dyson 的他们的那个展示只有一台，不是我想买的，还好哦，老天鹅啊，还好我当时没买，还好我当时没买啊，老天鹅，因为我后来发现双十一的价格真的是吓死我哎。今天我直播呢就是要讲 Dyson 他们家双十一在 Momo 的超优惠的价格，而且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在 Momo， 因为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对 Momo 的这个购买的流程啊配送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呢我立刻上网去找，我发现这一次我找到了超厉害的价格，超厉害，双十一，嘿 Nikita， 我的好朋友 Nikita， Tender 妈妈，吴桑尼，王新宇仪。Fion 彭雅伦，而且我跟你们讲啊，我今天有很多礼物要送给你们。首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会不定时的哦，我的手怎么了？我运动的时候啊，这条肌肉有点拉伤了，有点拉伤，所以呢就贴了这个。Crystal Hi，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哪一台啊？要立马下单，等我，等我哦！我先跟你们讲，我今天要不定时的送出十个 Dyson 的购物袋，你看，哎，这个，哎，我可不可以不要送十个，我送九个就好，我想留一个，然后呢，我会在直播不定时的送。十个购物袋，此外现在立马 right now 按赞分享这则直播，直播结束我会告诉你们如何得到。我的老天鹅啊， Soda Stream 气泡机，气泡水机，立马按赞分享，立马按赞分享，我会送大家，我会抽出一位送给你 Soda Stream 的气泡水机，所以现在立马，你是在谋杀我吗？气泡水机 right now，立马现在赶快按赞分享，按赞分享，然后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想要得到气泡水机的人要做什么，你要留到最后才会知道如何得到气泡水机，不然你们都会先跑掉不开心。我先送 Dyson 环保购物包，先送两个，记得按赞分享，我要先送这两个，
Dyson 所提供的购物环保购物袋，哎，这环保购物袋超大的，我跟你讲，你看，比我的肩膀跟我的肩膀一样宽，多么宽阔的一个购物袋，你看，你看，然后啊，你看哦，超方便，你看它的这个下面可以装超多的，我送两个，我送两个。游戏的规则是，等一下我会问问题，知道答案的人赶快告诉我答案，刷屏留言留起来，等一下我会拍屏，被我拍到的人我就送你 Dyson 购物袋，环保购物袋，不管你在哪里，只要被我拍到我都寄给你，好不好？快，题目是气泡水机，不是送两个气泡水机，在脸书送你一台，我另外一台要送给别的平台，你太贪心了，欧文。来，先送两个哦。题目是，请告诉我，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要跟大家分享 Dyson 我找到双十一超优惠的价格。我不是要问你 Dyson 好吧，我要问你，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找到 Dyson 双十一最优惠的价格是在哪一个购物平台。哎，有人立马打出来，哎哎哎，快重复留言。我跟你讲，只要你被我抽中，不管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有能够寄到的地方，我都寄，好不好？答案绝对不是 Dyson， 好不好？我是说，今天我要介绍，等一下直播我要介绍三组超优惠的 Dyson 他们家的商品，这个双十一超杀价格是出现在哪一个电商平台？赶快留言刷起来，你一定要重复留言才有机会被我拍到。赶快重复留言，快点留言，赶快刷起来，给大家20秒的时间，赶快留言。这购物袋真的，环保购物袋真的好棒哦！你看，它超能装，哎，这个绝对可以装我们家小帮手的 baby， 这绝对可以装我们家小帮手的 baby， 它在里面还可以游泳呢。超棒哎！赶快留起来！今天 Kevin 要跟大家，待会儿要跟大家分享 Dyson 他们家超优惠双十一的超杀价是来自哪一个电商平台？快哦，我准备要拍屏了。有人写 mom，M-O-M， 还有人写咪咪。哎，写错不可以哦。写咪咪不可以哦。咪咪不对哦 ，Maggie 不是咪咪。咪咪是哪一谁家的猫啊？也不是喵喵，也不是喵喵。好，来，倒数5秒钟，5、4、3、2、1。来，我们来看谁被我拍到了。恭喜前两名 ，Betty Gao Leslie， 前两名。前两名 Betty Gao 跟 Liz Lee， 麻烦你跟我们的私讯给我们，好不好？恭喜这两位，我后面还有8个购物袋要送，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怎么得到 SolarStream 的气泡水机，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一个。我跟你讲，这两天是不是真的感觉到天气冷了？我跟你讲，我开车的时候还没感觉，我走下车的那一刹那，呜，冷风吹。我本来今天穿短裤，我赶快改成长裤。这个冷风真的，目前现在外面的温度是在17度，对不对？16。现在台北的室外温度是17度，16、17度。我跟你讲，在这样子的气温之下，有一些人比较需要受到保护，比如说气管敏感的人，比如说小朋友 baby， 抵抗力比较弱的人，或者是长辈。像如果你有心血管血压问题的朋友，温差如果太大，
睡觉的时候你的房间温差如果太大太冷的话，其实对心血管对你的血压都不好，然后对于你的比如说你是支气管气管比较不好的人，冷空气也可能会带给你在睡觉的时候很不舒服，所以第一台就是它。哎，我现在从头到尾都开着，所以你们是不是一直听到它的声音？第一台就是它。哎哎，为什么卡住了？来，第一台就是它，第一台就是它。来，第一台就是它。哎，你们有看过它吗？第一台就是它 ，Dyson 他们家。HP00， 听好了，它是 HP00， 它的型号是 HP00 的三合一冷暖空气清净机，它不是冷风扇哦。哎，阮如秀，如果你有装支架，这个温度一定要调整好。这一台我非常适合放在房间里面，因为你看。它的大小就是跟我的上半身这样子，你看，就是在我的上腰到我的头部，你看它的大小就只有这样。然后呢，再来，它是三合一，它不但拥有 Dyson 他们家比美甚至于超过 N95 等级口罩的空气清净的作用之外呢，它在夏天你可以把它当成凉风扇，或者是呢你有开冷气的时候当成空气循环器，还有呢在冬天你可以拿来当暖气的循环器，暖气的循环器。所以呢它是空气清净机，也是凉风扇，也是暖气，所以三合一。在，请问在哪里？夏天我跟你讲，Momo，我给你们看，我有Momo的搜寻记录，在这里，在Momo的这里，Momo这里，你看，在这里，Momo的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一台？这一台，Momo的这一台。Momo的这一台，最重要的是，如果家里有过敏儿，像我就是过敏儿，我只要温度有改变，或者是有脏空气有尘螨，空气清净机真的超重要的。所以你看，它非常的节省空间，它把三台机器放在同一台，最重要是美到翻掉啊。最重要是美到翻掉啊！你看它长得超美的，颜值超高的。然后再来，大家都知道，其实 Dyson 他们家是透过像喷射引擎，那个它是这样，把空气从后面进去，然后呢前面出来，所以不会有叶片的危险，不会有叶片的危险，一般的风扇叶片的危险。所以这个真的超方便的。再来，你看哦，如果你放在你放的位置比较低的话，放在地板上，如果你人的床是比较高，你看它可以摆头，你看它可以摆头，你看它可以摇头摆头摇头摆头摇头，你看它可以调整这个高低。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我们小编很贴心，他说提醒大家这台很适合放房间。有，我一开始就说了，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大小，我觉得放在房间不会占空间，因为一般人很少，就是除非你是住大豪宅，你的房间特别大，否则的话像这一台，我觉得放在房间里面它完全不会占空间。之外呢，我觉得它像你把房间的门如果关起来，它大概5到10分钟，你就觉得室内可以只穿一件小短袖或背心。以现在16、17度的，我不夸张，我的房间就是这样，我的房间还比一般人稍微再大一点点，大概5到10分钟，
你在里面还没感觉，因为它很舒服。然后你走到客厅，呼呼，我刚才刮，所以才会感到原来外面那么冷。这一台，这一台，那如果你对这台有兴趣的话，就到某某，你到某某，哎，你等一下直播完再去某某，嗯，你不要一边看直播一边去某某啦，看完再去啦。过敏严重的人，我跟你讲，这一台它透过的是，它可以过滤 PM2.5 高达 99.95， 高达 99.95， 它甚至于连 PM0.1 都可以过滤，细菌、霉菌、花粉，所有这些过敏源。然后呢，它比起前一代，它加厚了30%的这个活性炭的滤网，它可以过滤譬如说你炒菜的油烟味，或者是你自己放屁的味道，放屁有味道啊，放屁是有，哎，味道是有粒子可以过滤的哦。然后呢，像很多人，如果你家里有 baby， 你买了新的家具，我拜托你一定要把它打开，因为所有的家具当中，不管是木头或者是粘合剂，都会持续散发出甲醛，懂吗？其实是一个会刺激我们身体，然后对皮肤有害的一个挥发性的物质。这一台它可以把刚才我讲这些全部都过滤掉。这一台我跟你讲，现在在MOMO的价格吓死人了。哎，它原价是，我这边有写原价吗？有。哎，你们看好了，它的原价是21,900，双十一是12,880，更重要的是，他还多送了一个滤网，哎，滤网平常买要多少钱？3,000。这个滤网一般你买是要3,000，一般买一个滤网是要3,000哦，他送进来，所以你看，你用12,888买回去的是世界第一等级的空气清净机。再加上世界最高颜值的凉风扇以及暖气，12,880，你们自己去查查看看有没有这个价格，不用我讲，我跟你讲，你自己去查查看有没有这个价格。他平常最我之前找过最便宜好像是15,000多，对不对？是不是？我之前我找过10,000，但是好像没有送滤网。14,000多没有送滤网，15,000多对不对？但没有送滤网，对不对？我之前有找过最便宜，好像15,000多，但没有送滤网。这个滤网3,000，所以你看哦，它不但价钱直接折扣，而且再送你滤网，这个算下来超划算的，43折不止5折，对不对？其实不止5折，哎。然后滤网，好，来说到滤网，很多女生听到滤网就会尖叫啊，要换滤网。我跟你讲，戴森他们家，你看连遥控器都这么美。还有哦，如果你第一次买戴森他们家的东西，我一定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这个遥控器啊，你会说哎呦，这遥控器常常会放到哪里都忘了。Oh come on， 戴森帮你想到了，他们家的遥控器是直接吸住，它是直接吸在这上面，好不好？它是这样吸住、它直接吸住就可以了。然后你看这遥控器，这个呢，凉风、暖风，然后风力的大小，它一共有10段的风力。你们要吹吹看吗？啊，你又吹不到。啊，你又吹不到。然后它还有，可以，它可以摆头。来，我打开给你们看。你看啊，它可以摆头，还可以定时。你看，吹左边，吹右边，它可以很快速的把很小的空间当中的所有的空气帮你过滤。而且呢，把冷空气抓进来，暖空气送出去，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循环的作用。你看，它会摇头，超美的这一台。
超美的，是不是很方便，对不对？而且你看它除了左右，它可以上下调整，它可以上下调整。这个呢 Momo 独家的超杀价格只要12888，它的原价是，看清楚，它的原价是21900，双十一 Momo 破盘价是12888，还加送一个市值3000元的活性炭滤网。那一般来讲啦，它的滤网大概平均来说应该是大概可以用一年，大概一年才用一次。那你不用担心，因为它这边都会告诉你要换滤网，它会有那个灯亮起来提醒你要换滤网。然后呢，换滤网的时候也很方便，看好了，看好了，旁边有两个小扣扣，看这两个小扣扣压下去，之后，这个就可以提起来了。你看，这样可以拿起来，拿起来之后呢，你会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向下压的装指示，这边有个向下压的指示，你只要这边手指头压下去，推出来了，你看。弄清楚，哎，我帮你示范这个是我的牺牲，因为我刚刚动一动会有脏东西跑出来。好，我再放回去，超方便，对不对？是不是超方便？耗材很省，是原价的五二折，原价的五二折啦，就大概快5折啦。因为为什么呢？啊，对了，我要提醒你们哦，这个，因为我朋友啊，我跟他报了这个好康之后呢，他前两天就跑去买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等我直播再买？他说因为最近好冷哦，所以他就先去买了。然后呢，我要提醒你们，因为Momo的商品是有鉴赏期的，所以他所赠送的那个滤网不会在出货的时候同时出，他会等商品过了鉴赏期，你没有退货，他才会把滤网寄给你，懂吗？戴森家的东西干嘛退货？怎么可能退货？谁退货？戴森家的商品啊，是不是？是多买一个然后退一个吧？只有可能会这样吧？对，所以看完直播的时候，赶快到 Momo， 优惠的期间是在11月1号到11月17号，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戴森他们家这一次的超杀价数量有限。因为是给 Momo 独家的超优惠价格，所以不可能会无限供货，懂吗？所以赶快看完直播去 Momo 下单。这一台的型号再告诉大家一次，这一台的型号是 HP00 3合1凉暖空气清净机。你看，我听你们只要看，它是小银白。你只要记得它的外表是小银白，因为另外一台是小金白，还有一台是大白，所以你只要记得小银白。这个真的是，哎，那个自己住的时候有它都不会寂寞，觉得冷，对不对？在这种天气没有人可以抱的时候，有了它就不会孤单寂寞觉得冷，对不对？对不对？对啊，这个真的，这一台真的很适合放在房间，这一台真的好适合放在房间，真的，我跟你讲，你用过之后就知道了。那个房间里面啊，夏天省电费，冬天省厚棉被。因为有些时候你要冬天很冷，然后盖一个厚棉被，有些时候睡到半夜热到啊，觉得自己有更年期。所以这台真的很棒，3合1，记得它的型号是 HP00， Momo 独家双十一超杀价，从11月1号到11月7号，17号到17号，7号过了，
11月1号到即日起到11月17号，它的超杀价是12888，而且还多送一个滤网，小银白，记得小银白。只有 HP00 三合一的机种在 MOMO 只有 HP00， 我觉得它的价格最杀。如果你要三合一的机种的话，如果你只要二合一，等一下接下来就告诉你了。如果你要二合一，有没有看到大银白？大银白，这个很像那个，这个很像那个 Star War， 沙沃大银白。大银白它就是二合一 TP00 好不好？那在大银白要出现之前，我要先送礼物，我要再送两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我要送两个。你们有没有按赞分享啊？按赞分享这则直播，赶快给你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得到这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赶快按赞分享起来，我等你们再告诉你们怎么得到。按赞分享起来，赶快一直帮我按赞按爱心，好不好？我想要爱心，我不要只有赞，我要爱心。为什么名字这么好笑？谁的名字好笑啊？为什么名字好笑啊？大银白。大银白很好笑吗？大银酿大银白很像日本酒是不是？吴美惠，对啊，你们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你们有问题都可以问我。哇，刷起一排爱心了，好开心哦！我喜欢看到爱心，请刷给我一排祝福，刷给我一排祝福。祝福刷一排起来，祝福就是那个抱抱那个，刷一排祝福起来。我现在想要祝福，赶快亲爱的大家刷一排祝福给我，刷一排祝福。不会烫不会烫，它的机种不会烫，因为它是透过了，它的材质不是一般的那种会烫到你的那种，而且它完全没有叶片，这里碰到都不会烫，不会烫。有看到了一排祝福，好开心哦！接下来我要送两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袋，请问知道答案的人赶快，可以调整温度吗？哦，可以。哎，你提醒我了，我跟你讲啊，你提醒我了，它一共有十段的风速。然后你们看这边有显示，哎，你们看得到吗？因为它的灯，我前面的灯太亮了。哎，你帮我把这个先关掉。你看哦，它有十段风速。然后如果它变成暖风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温度的调节。你看我现在设定30度，它的风出来的就会比较快热。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它会有温度。好，看到了，所以它都会在这个萤幕显示，而且你看它这个萤幕多美多低调啊。好，灯打开，你们是不是讯号不好？讯号不好的人先退出去再进来。讯号不好吗？有人讯号不好吗？你们留言赶快跟我讲，可以调整温度，可以调整时段的风速。所以如果你要快速的加温，你就可以调大的风速，然后把温度调高一点，它的热风就很快出来了。我们是用无线的。哎，麻烦你们其他人全部把无线关掉。你们不准用无线，你们用自己的那个电信讯号。哦，回来了。好像回来了。好，来，
你们都在吗？可以了哦，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要再送两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袋，超棒的，我自己也好喜欢哦。哎，我说真的，我要一个哦。真的假的？我要一个哦，我只送你们九个。我只送你们九个，我要一个。小帮手说他也要一个，只能送你们八个。怎么办？有一个，他只送八个。他要放小孩。他要放小孩，他放小孩跟法国面包，还有一瓶酒。好，来送他俩。题目是，来，请问我刚才说的这个小银白 Dyson 三合一。凉暖空气清净机，哎，我问那个问题 问太难了，真太过分了，真太过分了，会不会太过分了？会不会太过分了？请问它的型号？小银白的型号是什么？哎，这上面也没有，本来想给你们打 pass， 哎呦，有啦。小银白的型号是什么？不是惠普电脑哦。什么？HP 不是惠普电脑。老师也太过。不会只有我知道惠普电脑吧？你们不要装小哦。赶快把它的型号留言刷起来，被我拍屏拍到的，我就要送两个购物袋。请问，我刚才讲的这个小银白 Dyson 加空气清净机，它的等级超越 N95 口罩等级，它可以把细菌、尘螨、花粉，然后甲醛通通过滤掉。家中如果有过敏儿，这个真的是超棒的。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对于温度比较敏感的，或是有心血管、心脏部分的疾病的这种长辈，有些时候你体检好没问题，可是你永远不知道 ，you never know。所以睡觉的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这一台 Dyson 家的小银白三合一。凉暖空气清净机，我觉得超适合放在房间的，超适合。对，我的题目就是这一台的型号是多少？哎，用抄的都可以抄出来啊，用抄的都可以抄到答案。赶快留言刷起来，你们刷留言留太慢了，你们留言留太慢了 ，Come on， 留言速度快，留言速度快一点 ，Come on， 动起来，手指头动起来，你们。清净机的运转声音会很大声吗？清净机的运转声音一定会有，但是呢，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在睡觉前先开高一点的风速，然后呢，你在睡觉的时候把它转到低一点。我给你们听声音哦。噔噔噔噔，一，你们是完全听不到的。啊，对，我们把我们那台关掉，不然大家也会以为是。我现在把所有的，我让你们听。现在已经是10了，最高风速。最高风速。我跟你讲，你们要记得哦，它是一台空气清净机加冷风循环扇再加暖气循环扇，它的声音最高风速只有这样。我跟你讲，有些人听到这个声音啊，就会想睡觉，它有一种催眠的作用。超安静的，我绝对不会跟你讲，我绝对不会跟你讲，它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才不会说谎话的。它一定会有声音，因为它有运转的马达。
但是以风速10的声音这样，你听听看你家的电风扇的声音，你再听听看你家的空气清净机的声音。啊，你家如果有那个很多很多那个一片一片一片的那种暖气，你听听它的声音，这是最大声的，这是最大声的，10，你看是10，哎，看得到10吗？我现在是温度，10，看得到吗？现在是温度，对不对？现在是温度，好，发条，好，你们看，最高了。哎，他又他会立马跳回去开灯，开灯。总之，以这种三合一的机器这一台，跟你讲，舍呆省其谁？好，赶快看，游戏还没结束，游戏还没结束，快！这台机器的型号是多少？10 9 8 7 6 5 4 3 2 1，拍停！恭喜 ！Oh my god！ 有一个人被我拍中两次。不是啦，因为他的留言很密集。Anis， 但是 Anis 你是给哪一个包？另外一个是杨丫晃黄杨杨雅。被我拍中的这两位同学，记得赶快私讯我们哦，好不好？这适合几平的房间？我觉得大概3平到5平都可以吧。三平是六个榻，一平是几个榻榻米？2个，对不对？5、6平都可以吧？可以啊，其实。我觉得10平以内都有用哎，只是就是看你那个速度而已啊。我觉得一般，像我的房间至少也有个6、7平。我的房间有个6、7平，像如果你的像如果你是那种套房，如果你是那种套房就够了。对，所以你说几平，确定几平，我觉得。小平数的客厅或者是一般房间是绝对够用的。这一台是有暖风的，它是三合一，小银白是三合一 ，HP00 小银白是三合一，冷暖空气清净，在 MOMO 它的超杀价，双十一超杀价，即日起到11月17号，只要12888。它平常的定价是21000多，而且呢，现在还送一个滤网，所以算起来其实大概对折的价格而已。有大台的吗？来等等，啊，是啦，因为它是喷射气流的循环，它是相对喷射引擎的气流循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空间大，它还是可以做得到，只是时间的快慢。我刚才说我的房间大概5到10分钟，整个房间就很舒服的温度了。那当然，如果你是大坪数的。房的客厅的话呢，就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先坐他离他近一点嘛，你就离他坐他近一点嘛，因为他可以摇头啊，他可以抬头啊，他可以抬头啊，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方便的，就是说我平常说为什么房间里面很适合的原因，是因为有睡觉的时候的温度控管是很重要的。好吧，那恭喜刚才的两位朋友得到环保购物袋，接下来就是你们一直在问的大银白 TP00， 这个型号是 TP00， 不过大银白呢，它是二合一，它是凉风循环以及空气清净机。这个我跟你讲，去年推荐的是对不对？前年推荐这台的时候价格是多少？是不是11000多？一，对不对？一，对不对？对，我记性真好。
不要说我有老年痴呆症，我不需要吃银杏。我前年推荐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当时的最杀价，11111，因为要配合双十一。我告诉你们哦，这一台 TP00 二合一凉风循环再加空气清净机，这一台听好了，这个价格真的，你没有听到，这很可怕。这个价格即日起到11月17号为止，这一台原价23500元的二合一空气清净机，看好咯，看好咯，准备好吓一跳哦！大银白现在这台只要9999，这个是 Dyson 到台湾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我应该没说错吧？这个价格，这一台机器是 Dyson 进到台湾，我跟你讲哦，台湾哦是原厂哦。不是水货，因为水货那个我跟你讲不保证维修哦，不维修的哈。公司进来之后，这一台 TP00 二合一凉风空气清净机从来没有出现过10000元以下的价格。我遮到，我刚才遮到是不是？哦，不是999，是9999。我刚才遮到一个九是不是？1万块不到。就可以有一台超时尚、超美型、超优质、超有效的 Dyson 空气清净以及凉风循环二合一，这个型号是 TP00。再告诉大家，这个价钱只有 Momo 有哦，你不要去别的平台，然后跟我吵说我骗人哦。我这边有写哦，只有 Momo。在 Momo 的 Dyson 他们的旗舰店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大银白，看好它的型号 TP00 二合一凉风空气清净机，只要9999。老师只买一台的话，你推荐哪一台？我会推荐哪一台啊？我推荐小银白耶，我会推荐小银白耶。如果两台一定要推挑一台的话，我会推荐小银白，因为小银白有暖风，因为小银白有暖风。据说今年冬天特别冷，所以如果两台我只能挑一台的话，我会挑小银白。那大银白是大银白，哎，不得了，哎，大银白是这个价格超杀的，所以你拿来送人啊，买来送人，显出你的大气度。或者是我跟你讲啊，这一台放大银白放客厅，小银白放房间，小银白放房间。我们家小帮手他前年买11100，他今年开到9999，他眼泪直接掉下来。他眼泪直接掉下来，这一台，而且我再告诉你们哦 ，Dyson， 它是利用了气流倍增的科技，就像我们那种喷射飞机的引擎，气流倍增的空气，所以呢，它吸入一倍的空气，可以产生16倍的气流，它可以快速循环室内的空气。然后再来，因为这个特性，它也可以快速的净化我们全室的空气。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有些时候你厨房炒菜的油烟味跑到客厅来，你赶快把它打开，那个油烟味会很快消失。听老师的，等等立马下单大银白。哎，我刚才是说两台挑一台，我选小银白，但大银白是从来未有的破盘价。多一些钱，就其实，如果你要挑一个，你如果是以考量，就是说台湾的天气还是春夏的这种温度比较多的话呢，大银白，毕竟9999买到一台 Dyson 家的
二合一的机器，这是很可怕的。但是如果你房间里面的空间小银白真的太适合了，或者是小家庭，这个小银白真的太方便了。而且呢，大银白跟小银白，看空间啦，我真的觉得看空间看需求，就看你要不要暖风。哎，可是差不到三千，差两千多块有暖风，哎呦，怎么挑啦？李梅子，你问我什么？李梅子，你现在再留一次，我看。我刚才没看到你的留言，李梅子，你再留一次。先买小银白好过冬，夏天再买大银白，夏天没这个价钱了，这是双十一才有价钱，所以一次买下来，笨蛋，你不现在买，夏天它就变回原价了啦。这只有双十一才会有的价格，而且我跟你讲，根据我本人的路透社，个人路透社，根据我本人的路透社消息指出，这一台在 Momo 的货剩下很少，大银白的货在 Momo 剩下很少，因为 Dyson 他们家所有的机器都是由 Momo 直接出货，不是厂商出货。常常在 Momo 买东西的人都会知道，他有什么快速出货、Momo 出货、厂商宅配，有没有？这个全部是 Momo 出货，所以是 Momo 的库存剩下很少。再跟你们讲一次，大银白在 Momo 剩下很少了。今年冬天会很冷的话，那你就买小银白。只是我会觉得，房间放小银白，客厅放大银白。我跟你讲，你家就是时尚的家。你家的客人一进到你家，哇，你家好时尚！一看到戴森，哇，你家好时尚，感觉上你家放了100万的那个沙发，对不对？对不对？光看到戴森，你家就好时尚了。所以啊，就我觉得两个，一个放客厅，一个放房间。小银白放房间，大银白放客厅。哎，这样两个加起来才21000多，22000块左右，等于一台小银白的原价，两台加起来等于小银白的原价，是不是？怎么算都是两台一起买最划算。哎，我跟你们讲真的哦，这个大银白这个价格以后不可，你在接下来下一个双十一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因为可能Momo会拿刀子架在某些人的脖子，就是说再便宜再便宜，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不然会出现像小帮手那种哭泣的事件，我不敢保证。但是至少在这一个双十一到明年的双十一，我敢保证这个价格你不可能再看到了，你不可能再看到了，不可能再看到了。再跟大家复习一次， Dyson 他们家是透过了气流倍增的科技，吸入一倍的空气，它可以产生16倍的气流，然后最重要的是呢，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过滤PM2.5 高达 99.95%， 它是360度的玻璃纤维的滤网， PM0.1 PM2.5 细菌、霉菌、花粉、过敏源都能够牢牢的锁住，然后它里面呢是比上一代增加了 30% 的活性炭的滤网，像一般你放屁的味道啦，厨房不小心跑出来油烟味啦、甲醛啦、啊、这种挥发的这种有毒的气体啊，通通可以帮你过滤的干干净净。我跟你讲，住在空气不好的地区的朋友，有些时候窗户不能乱开，但是家里面的空气如果没有被弄干净，你可能家里面比外面还要脏，空气还要脏，因为那一些 PM2.5 那些对我们的肺部、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气体，它没有因为空气的循环流出去的话，你不开窗户以为空气没有跑进来，其实这一些细小的悬浮粒子它会从很多的缝跑出来，不然你家怎么会有空气呢？你早就闷到头晕了，对不对？所以呢，家里面一定要有一台空气清净机，尤其现在有很多
我们都说台湾的那个十大病因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跟肺部的这个病变有关的，其实都是因为长时间吸入了不好的空气。所以如果为了家人的健康着想，家里面如果有过敏儿，Dyson 的这个空气清净机超适合，一定要入手。如果你的预算没有10000块以上的话，9999你就可以。哎，我的版式呢？哎，在这里。9999 ，Dyson 进到台湾第一次出现的四折，能不买吗？因为我刚才小编提醒我，就是说我们上次不是有遇到一个隔壁冒烟的那个紧急事故吗？我不能够讲那个 keyword， 不然我的影片会被 ban。 我不能讲那个 keyword， 就是我们隔壁的办公室冒很多烟跑出来，然后呢我们的办公室瞬间就好像有3个 BBQ 的炉在烤一样。我们就是开这台再加它，对，我们就是小银白大银白全开。哎，我告诉你，不到5分钟那个味道就几乎快没有了。我们就是大小银白出动，那个烟熏味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没有了。对啊，超快的。所以不要忘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优惠只有在 Momo 双十一期间，即日起到11月17号，在 Momo 的 Dyson 旗舰店。 Dyson 旗舰店， Dyson 会不会拼呢？ D-Y-S-O-N， 不会打英文的打戴森，戴帽子的戴，森林的森，对不对？对吗？戴帽子的戴，森林的森，就是让你每天都带了像有森林般的好空气在你的身体，懂吗？好不好？这个是大银白、小银白跟大银白，是你清新好空气的好伙伴，也是你调整温度让自己感觉到舒服安全的好伙伴。什么？我先去拿的，架着老公看能不能两台都买。货量很少，欧文，我跟你讲，货量很少。根据我个人的路透社消息指出，这批货已经快卖完了，所以我建议你们不要等到17号再做决定，知道吗？哎，你感觉我瘦了？江宝玉说我瘦了，我感觉我当然都有。Dyson 你当然也有，大银白当然也有遥控器啊，大银白当然也有遥控器。哎，我大银白的遥控器呢？大银白遥控器是被谁拿走了？都有遥控器，都有遥控器，一定都有遥控器。而且再跟你们讲一次。Dyson 的机器的遥控器直接吸在这上面就好了，直接吸在这上面的空气清净机一台真的够吗？空气清净机除了客厅房间都要有，懂吗？一定要买起来，客厅一台，房间一台，你不要用几年保固。大银白的遥控器是长这样，大银白的遥控器是这样，因为它没有温度。小银白的遥控器是这样，大银白的是这样，小银白，大银白。然后所有由 Dyson 台湾分台湾的正公司正货所出品的，就是有盖恒隆行的保证的，都是公司保固2年。你在其他那种什么哪里来的那个，我没有哦。一定要，对不对？保证书上面会盖了恒隆行嘛，对不对？我们线上登录，线上登录，大家纸本会不见。哦哦，哎，现在改成线上登录，所以你买了之后记得去线上登录，记得去线上登录。然后我再跟你们讲哦，我跟你讲，货很少，真的很少。我觉得尤其大银白那个价格一定会很快被抢光。你们又要想要礼物哦，有公司保固是真的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买到日本的水货，其实公司是不保固的，不保修的。
公司是不保修的，因为电压的问题。你不要说以为100跟110的电压好像没什么差别。两年保固，麻烦请上网搜寻，本人不负责保固讲解，不然我这一段可能要投资有赚有赔，不不，要抢强金，请阅公开说明书，好不好？好，好不好？大家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那个两年保固的这个内容，网络上面都会有，他们的那个官网上面都会有所谓的保固的负责的部分，好不好？来，再来，我再送两个。Dyson 的环保购物包，我再送两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哎，你们怎么都没有按爱心啊？爱心一排刷起来，爱心一排刷起来。记得，如果要得到这个，想要得到这个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你一定要按赞分享哦，一定要按赞分享哦。要按赞分享这则直播。来，题目是，请问，我刚才说了 ，Dyson 双十一即日起到11月17号 ，Dyson 双十一 Momo 超杀价，这一台二合一的凉风空气清净机在 Momo 的破盘价。Dyson 进到台湾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台机器的这个破盘价是多少钱？大银白 ，Dyson 大银白在 Momo 这一台多少钱？留言刷起来！留言正确被我拍中的人有两个名额，我会送你们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不要再留 TP00， 不要再留大银白了，题目是大银白在 Momo 双十一到11月17号之前，这一台是多少钱？这一台是多少钱？怎么还在 TP00 啊？不是 TP00 啦，孙丽华、何婷，不是。快，这一台多少钱？即日起到11月17号 Momo 的双十一，Dyson 给了大家一个 TP00 二合一凉风空气清净机超破盘价格是多少钱？啊，是没有给你们看，你们就不会回答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快快快快留起来！有人问有没有送滤网，是不是？因为大银白本身里面就有滤网。哎，等一下，那我请问一下，不对，大银白收到的时候是一个滤网，对不对？小银白，你随货有一个滤网，然后呢，等鉴赏期过了，你没有退货，他们会再多送你一个滤网，因为 because 大银白羞羞啊。大银白这么便宜的价格，懂吗？所以你要问我说小银白划算还是大银白划算，我跟你讲两个都很划算，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因为你如果12800扣掉那个滤网的3000块，你告诉我小银白多少钱？你会不会算数？懂吗？所以就看你想要的效果。你要譬如说我其实不需要暖风，我家里很温暖，但是我需要一个空气清净机，然后这个空气循环的话，那你就挑大银白。如果你想要三合一，有暖空气、冷空气、空气清净的话，小银白这一次的价格12888，这个小银白我告诉你还再多送一个价值3000元的滤网。其实这个价格扣掉3000块，这台才多少钱而已，比大银白还便宜，这样算下来比大银白还便宜。虽然说他个子比较小，但他的实力一点都不小，知道吗？懂吗？我这样算你们懂了吧？所以趁现在真的两台一起带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反正两个都冷风嘛，对不对？是不是？好，来，
我要来开瓶了，被我拍中的两位朋友，我要送给你们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哎，手机，三、二、一，来，我们来看有哪两位幸运的朋友得到。嗯，很不好意思哦，这个时候跟我聊天的人，我只能跟你讲 sorry， 小令你跟我聊天，他说一大一小带回家，所以小令 sorry。戴佩佩是最聪明的，因为戴佩佩他前面聊天，后面再加答案，他说老师真的太可爱，九九九九。还有 Elaine 答对了，恭喜这两位。Elaine 有可能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不对？因为我看你的 last name 有可能是。就算你在马来西亚，我也送过去给你，好不好？恭喜戴佩佩 Elaine， 你们可以得到 Dyson 的环保购物包，我自己都好喜欢哦。这个哇，这个在冬天真的超有型哎，哎呀，超能装，你们看它有多大？你看它有多大？真的超大，你看它真的超大，都快可以放电天灯了，感觉快可以放天灯了，没有天灯是黑的。恭喜这两位同学，好，没关系，我告诉你们，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在直播的最后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我加码送你们的 Soda Stream 气泡机。直播的最后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得到，当然要先按赞分享我这一则直播，你才可以得到获得气泡水机的入门票。接下来呢，讲到 Dyson 他们家，你如果没有把它拿出来，怎么会是 Dyson 呢？哎，我先不要这个出场，我先不要这个出，这个先帮我放旁边。哎，椅子帮我放旁边啊。好，先不要，椅子放过来，椅子放过来。这个我先不，哎，被你看到了。不要先那个出场，我要先这个出场，这个出场才酷。等一下。哎，先帮我把那个大灯关掉。还要玩到没电。哎，这真的超酷，好，帮我打开。讲到 Dyson， 没有讲到他们家的无线吸尘器，还得了啊！你看这台，这台呢，我手上的这一台，听好了，你们要先记好型号，因为这个型号，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很可怕。你去百货公司，你去所有的通路，我已经查过所有的通路了，这个型号第一次出现这么便宜的价格，听好了，这一台的型号是 Dyson 的V11 SV15， 在这里，怕你们记不得，看好，在这里 V11 SV15 无线吸尘器，它呢最重要的是双主吸头大全配，听好了，里面有13个配件，在 Momo 双十一破盘价，原价28,900元，现在只要17,900元，而且呢还加赠1111的 MOBI 以及 WMF 精品双锅组， WMF 精品双锅组它就价值4700多块，你们再看一次这个价格哦。然后呢，我告诉你们，这一台因为是目前 Dyson 最强打的机种，它太酷了。这个哎，等一下我告诉你们这个设计哦，这个设计是什么，好不好？13个配件大全配，17,900，我找过了全台湾的通路，就这里最便宜，就这里最便宜。它大概51折左右吧，然后这一台机器其实从大概将近9月就缺货到现在，是有人拿着东西架着那个 Dyson 的人，
逼他们，他们才生出货给某某卖，所以谁逼谁，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吧？你们就知道吧？这一台它的型号是 SV11 SV15 大全配14套，而且我跟你讲哦，13配件，然后最重要是看好哦，它是可拆换电池。可拆换电池，平常你们看到大概15000-17000的机种，大部分呢，它配的是一个，它配的通常都是这一个，不是，是这个，我是放错了，我是放错了，通常是配这个，一般你看到通常是配这个，但是它这一次这个是软质纤维毛刷吸头，但是它这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它的大全配还有这一个，这个叫做高扭矩吸头，它是可以智慧侦测你的地面，然后呢，你看，大部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你看，这个适合地毯，这个适合硬质的地面，譬如说石英砖啦、石材啦、木板地头。木头地板，帮我打0800定银杏，双头哦，你们去查一下规格，你找不到哦，这一款真的是 Dyson 无线吸尘器加他们家的黄牌机种，机王来的，不能讲机王，因为机王好像是买到坏掉的。对，不能讲鸡王，因为一般讲买到鸡王，鸡皇，皇帝的皇，这一台，两个大吸头之外，那么在 V11 的 SV15 的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这个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家具啊，或者是那个橱柜啊旁边。比较小的缝，黑黑暗暗的，或是床底下，你看它这个就是有 LED 灯，在暗的地方都可以帮你吸得干干净净，我跟你讲，这个机器啊，就是我有帮他下了一个 slogan，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整个看完之后，我帮他下了一个 slogan， 叫做。你想得到的地方 Dyson 帮你清光光，你想不到的地方 Dyson 也帮你照顾它。你看你想得到的地方地板，想不到的地方暗暗的缝，居然有 LED 的光可以帮助你清得干干净净。然后最重要的是啊，我跟你讲哦，它有一个，你们可以帮我吧，是这个对不对？是这个，这个是低的嘛，对不对？对，这是低的。我给你们看哦，你们帮我把那个，我给你们看哦，你看哦，这个我一定要讲，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功能了。我退后好了，一般啊，有些时候啊，你在。清那个低的地方的时候，譬如说那个椅子下面，你都要这样弯下去，对不对？如果是直的，你要这样弯下去，有没有？要抬起来的时候啊，腰好酸，有没有？可以看它这个，它直接就是这个头，看得到吗？这样他们看不到，看不到了。你看，这样，
哎，你对一下嘛，看不到了，对一下嘛，反过来嘛，反过来嘛。这个低处专用的，你看我人不用弯，我就直接可以吸了。你看，哦，谢谢。你看有没有？我都不用弯腰。你看，有没有？哈哈哈！超方便的，而且 Dyson 的这个，他们都有这个 LED 的显示萤幕，它可以告诉你它现在所有电池，然后它进行运转的模式，看有 LED 的显示，超贴心的。超贴心的，除了这个之外啊，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想再换一个。哎哎，大头先拿掉，大头拿掉，这个拿掉，大头装上去，然后呢，再装一个这个。有人说老师很潮，潮，我很潮，对，我今天才潮的吗？我今天才潮的吗？是说我穿这个衣服拿这个吸尘器很潮的？韩国人现在都这样穿 Tom Brown 然后拿 Dyson。 你有没有看上流上哎，那个叫什么 High Class Penthouse High Class、oh, High Class High Class 穿 Tom Brown 然后拿 Dyson。 老师好像在玩乐高组合。对对对，真的啊，这个就是啊。然后呢你看哦，譬如说我可以把它装一个这个这种的小刷头，哎，这个拿来吸汽车超好用。然后你看啊、哦，家里面再高的冷气，再高的橱柜，你都可以这样子吸，有没有？你看，超方便的。所以呢，它一共有13个配件，帮助你生活里面达到最棒的这个生活的感受之外，这个壁挂的。记得每一次用完就把它挂上去，虽然它可以换电池，但是有些时候你自己放在旁边啊，没明明刚才用到快没电，然后也忘记充电，然后就哎结果两颗电池都没电，所以呢每一次用完之后都把它挂上去，让它随时保持充电的状态，这个才是最好的使用的方式。好啦，把我听到这种声音，再来你们看哦，哎我要用这个，哎我想要用枪，哎怎么办，哎我先用枪好不好，哎，我的枪呢？哎，我的枪呢？是在我后面吗？后面。哎，我枪。哎，给你们看哦，它的吸力。看，你看，你看，你看啊、哦、！Gummy bear， gummy bear， 吸力如果不够大，小熊是吸不起来的。看好哦，看好这一瞬间哦，照到了。哎，感觉好像在抓蟑螂哦。对。感觉好像在抓蟑螂，看到、哦、对准，靠近，对准，靠近，对准，靠近，小熊都在里面，你看，哦有，小熊都在里面了。除了这支枪很好用之外，因为其实有些是那种角角缝缝啊，那种脏东西。你用那个大支的真的很难清，对不对？而且又暗暗的，又看不清楚到底自己清了没。用这个，真的好好玩。会不会冲过头坏掉？不会，绝对不会。因为 Dyson 是怎么样的一个科技公司，会让你的电池充到没电？你以为它是？后面不适合再讲任何话，当然不会了。而且他们一定经过了很，他们的电池一定都经过了很多的所谓的虐待防爆的测试。然后呢，电池的容量，那当然所谓能够充电的电池，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寿命，所有都是哦，所有都是，但是它不会到死掉，它不会到死掉，懂吗？好不好？你看哦，除了这个头之外啊。超好，有人说那个头也很适合吸门窗的缝缝。是啊，是啊，是啊，像那种阳台有没有？尤其是后阳台的那种缝缝，用那刚才那支枪，我都叫它叫枪。
再来。大家都在下面写补张神器。补张？哎、欸，太大只太肥的蟑螂，我不确定它吸得到哦。因为有些蟑螂很肥哎、欸，我曾经看过这么大只的蟑螂、欸。光剑出现了，什么光剑？哎、欸，你看，我们先吸地板，你看哦，你看地板，地板超脏，搬走过不留痕迹，你看。欸、这谁带来的地毯啊？好脏哦！我的，哎、欸，你看有多脏！看来是位女性。哎、欸，这位女孩啊，你的头毛嘛落伤多去啊！这位女孩啊，而且这都是……哎、欸，我可以讲，我觉得你这台要用你的这个要用这块，我跟你讲，这个是打尘螨的，这个头是打尘螨的，你还打那个抱枕啊、枕那个棉被啊那种，这个是打尘螨的。这个头是打尘螨的，哇塞！好脏 ！Oh my god！ Oh my god！ 哎，我跟你讲哦，还有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想不到的地方 ，Dyson 也都帮你想到的是，这一台机器呢，它也是透过了 Dyson 他们家独家的这个设计，它所排出来的气都是干净的，都是干干净净的。它所排出来的气，我跟你讲哦，我那个时候做功课的，你知道吗？我这个时候做功课，我真的做超多功课了。我跟你讲，它有它除了那个配件之外，你讲它，哎、欸、哎、欸，我都讲了，嗯啊，我都讲完了。请问平常吸头要怎么清洁？吸头，它这个，哎、欸，我记得它是可以清洁的。旁边的横线用硬币都可以。我觉得他，我记得他这边是你用那个硬币十块钱，有没有十块钱？有，你有没有看到他旁边这边？他旁边这个，我记他是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他这边有一个 lock 跟 unlock， lock 跟 unlock。这样，有没有？哦，这个就可以拿起来洗了，这个拿起来清了。你把擦一擦，擦干净，或者是用那个柔软的毛刷把它刷一刷，用干的布，小猫。狗牛啊，你的头毛哪遐多啦？狗牛啊！姑娘，姑娘，你的头发怎么这么掉这么多啊？姑娘 ，Oh my god， 姑娘，这位姑娘，你的头发掉太多了吧？快过敏就可以开 Dyson 的那个，就是小银白跟大银，把空气清新机打开，你看，好多头发。然后你就可以用那个柔软，像我们平常在刷鞋子啦，那种就是柔软的小毛刷，你不要给我用钢刷哦，好、哦，柔软的毛刷，或者是你用过的小牙刷，用过的不要用新的，用过的环保啊、哦，用过的牙刷，你可以把它清一清，然后呢再把它放回去，塞回去，看到塞回去，然后把这个盖子找它的那个。位置卡榫，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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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咔哧，把它拴起来，拴起来，就这样。不可以用水洗。弄水，干布干刷，好，干布干刷，弄水。哎，那我可以用这个吸Gummy Bear吗？好，我用另外一个，我用那个吸Gummy Bear好了。
哎，我再吸干一杯给你看。来，我再吸干一杯给你看。哎，这十块谁的？来，我现在好像打高尔夫球了嘛？有没有？我现在打高尔夫球了嘛？哎，这样子看得到吗？哎，这样看得到吗？哎，你不要跑！你不要跑！你干嘛跑？然后呢，他一件事就可以亲，但我现在不要亲。我现在不要亲，我没有戴口罩，所以我不要亲。他这样压一下就可以打开了，哈、哦。给你们听一下声音就好，好、哦，就可以打开，哈、哦，就可以亲里面，哈、哦，哈、哦。我这一打开，我告诉你，我喷嚏大概打180个，好、哦，所以在清蒸的时候，它很方便，所以就直接倒，就可以直接倒，好不好？好、哦，这一台鸡黄型鸡种13配件大全配，在 Momo 双十一 Dyson 旗舰店只要17900。等于是对折，而且他还送1111的 MOBI， 再加上 WMF 精品双锅组。我跟你讲，光这个锅子就价值4700多块耶，光这个就价值4700耶，对不对？锅子要登记哦。啊，对，这个都要登记哦，这个都要登记哦。现在某某都是这样，你要抽奖，你要有那个家证什么都要登记，都要登记，因为它会有一个登记的那个，对，我讲给你们看，好，来，我们回来。哎，你像这样子，他们看我的手机刚刚好。你这样子，他们看我手机刚刚好。我给你们看哦。你看，哎，我现在这个是，我要跳回前一页 ，V11V。哎，你们一定要认 V11，V11 一万，你就认价钱就好了，17900了。这个。V15 V11，对，你看这里，这里，这里有，有没有看到？他会告诉你要登记的地方，要登记的地方好像是结账之后才会登记耶，不是吧？页面上就有了，页面上有网址，然后这个在这里，活动登记网址，对，活动登记网址，就是你要那个 WMF 的那个双锅组，就是这个活动网址，看到没？赶快去抢啊，各位亲爱的朋友！赶快去抢！好，来，我们坐回来，来，我们坐回来。Snow， 你要买哪一台？许诺吗？你要买哪一台？许诺吗？空气清净机未省的哦，我会告你住台中。空气清净机每一个房间都一定要买一台，真的。空气清净机一定要买，许诺吗？对，下单还可以抽直发器，没错，你刚刚有看到对不对？因为他们的那个，他们下单可以11月1号到11月15号而已，天天下单抽一支直发造型器，然后呢，反正很多活动，你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仔细看。然后呢，有些银行刷11111，最高可以回馈1666，超多。没有，下单了才登记啊！你没有买，你怎么去登记啊？没有买是怎么登记？买了才登记，买了才登记。那史诺妈，你就买那个最适合你身份地位的 Dyson 吸尘器吧，史诺妈。
记得穿 Tom Brown， 然后用 Dyson， 是现在最流行的韩潮配件。穿 Tom Brown， 然后配 Dyson， 哎，我可是设计过的，我穿这件衣服是设计过的哦，不是设计过的哦，有啊，我刚才有讲过啊，天天抽，我给他们看网页，直接看网页就可以了。对啊，都有啊，那我都讲过了、啊，就这个了。你们看，天天抽，天天抽，买 Dyson 天天抽，然后当然五倍券也可以用啊，当然五倍券也可以用啊。没错 ，Betty 高，没错，这个 SV11 SV15 这台机器，这个价格真的一定可以买，我家也要换这台。这台不会很重，我跟你讲，当然它还有另外一台超迷你的，就是瘦身版的吸尘器。但是老实说，我跟你讲，有肌肉的人力气还是会比较大一点。这样你听得懂吗？这样你听得懂吗？比较纤细的人，他虽然很好掌握，哦，比较轻，但他的力气可能会比有 muscle 的人 muscle 比较大的人增厚一点点。然后拳击同样的，公司或拳击保固两年也是一样，上网登录，懂吗？我家就想要换这台，我家现在想要换这台，因为我家之前是 V11 的减配，我家之前是 V11 的减配，因为我算过了，我如果要换成全配，而且我要那支光枪光剑，我剑呢，因为我要这支剑啊，我算过了，我家那台是不能换电池的，我家那台是不能换电池，我家那台是不能换电池，你看这它是可以换电池，光可以换电池这个我就想要买它了。另外这支光剑，我爱死这支光剑，我爱死这支光剑了，我爱死这支光剑了。哎，我跟你讲 ，V11 SV15 是目前 Dyson 他们家机种等于是顶规，是最顶规的。它虽然不是最新出，但是它是最顶规，所以它在吸力的部分、配件的部分是最完整的。这一个最顶规的。全配17888，我跟你讲，我不买你会后悔，我不会让自己再后悔了，我不会让自己再后悔了，我要买这台。我好喜欢这支光剑哦，完蛋，我把它拿来当玩具。我跟你讲，我的小外甥一定看到这支也超兴奋。他该不会有看到今天的直播把我拿去追蟑螂吧？然后就发现我们家这里面全部都是 gummy bear， 这个是拿来吸垃圾、吸脏东西的好不好？不是拿来吸 gummy bear， 只让大家看它的吸力有多强。我要买这台有光剑的，马上没电，没关系，因为它可以换电池。因为它可以换电池，你就是机器拿起来之后呢，就把那个备用电池再把它放回那个充电座上面，就有一个随时都在充。然后你这个机器用完，再把它这个充电电池拿掉，然后再把它挂上去。你看它这个，它会换电池，你看哦，你看，你看。光剑，光剑，光剑，是吸尘器，就看吸尘器就看出你的品味。家里有光剑吸尘器，不是这台名字哦，这是我自己取的光剑吸尘器。
啊？我没有。哎、欸，我跟你们讲哦，如果你现在是在 Momo 上面看直播的同学，赶快回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等一下告诉你们，我要送你们 Soda Stream 气泡水机。乖，我要送 Soda Stream 气泡水。我刚刚那个不小心啊，哎，赶快打开。他那个地毯包多久没洗 ？Oh my god！ 我真正吼，抱歉，我足可怜呢。开最强，气泡水机，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得到气泡水机。首先，按赞分享这一则直播。然后呢，麻烦你留言告诉我，麻烦你留言告诉我，我今天直播的，我今天的这一场直播为大家介绍在 Momo 双十一最优惠的品牌是哪一个品牌，你最想要入手的是哪一台机器，譬如说你写 Dyson HP 00Dyson TP 零零 ，Dyson V 十一 SV 十五，哦，完蛋了，这么长一定没有人写，怎么办？或者是你也可以写 Dyson 小银白 ，Dyson 大银白 ，Dyson 光键吸尘器，哎，这都我取的哦，这都我取的哦，懂吗？只要你按赞分享这则直播，留言告诉我今天。Kevin 的直播为大家介绍 Momo 双十一哪一个品牌，就 Dyson， 一定要写 Dyson， 你一定要写 Dyson 后面加上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台机器，小银白大银白白光键吸尘器，记得完成这三个通关，我就会抽出一位送给你们 Soda Stream 的气泡水机，我跟你讲哦，这个也是公司货哦，我一定是送你们公司货哦。哎，这是公司货，快，恒隆行，快跑出来给我看！恒隆行，快跑出来给我看！证明我的清白！在这里，哦 ，Oh my god！Oh my god！进口商恒隆行，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们看不到？哎，这是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进口商恒隆行哦，这是公司货哦。虽然说现在好像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气泡水机，可是我个人觉得 Soda Stream 的这个气泡水机，因为它必须要换那个二氧化碳瓶，对不对 ？Soda Stream 的。换二氧化碳瓶的据点最多，最好最方便，因为有些气泡水机啊，然后你要寄回去，然后它再寄回来，然后呢一来一回不了多久，然后呢你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帮你做好回收？其实这个里面的二氧化碳瓶子，它是回收之后再去填充。所以这个部分恒隆行他们都会做非常确实的把关，然后呢，他们几乎你家附近的这些他们的经销商配合的百货公司的专柜都可以去换这个做这个二氧化碳瓶的更换，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棒的一点。各位，而且我跟你讲，打出来气泡感觉不一样，真假老实说，因为我家也是 Soda Stream 的，我超爱喝气泡水的。然后我不是加那种糖浆的，我是直接加果汁，或者是我最近迷上什么的，自己特调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柠檬汁、气泡水，然后再加我煮出来的咖啡，超好喝。如果怕酸的人加一点点蜂蜜，超好喝，就是用。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台，
Soda Stream 的气泡水机，不要忘了按赞分享这则直播，留言告诉我今天 Kevin 的直播呢，我今天的直播跟大家介绍 Momo 双十一 Dyson 他们家的这三个超杀的产品，你要告诉我你最想要哪一台，记得要先留 Dyson 后面再留 HP00 TP00V11 SV15， 如果记不得的话，你就留 Dyson 小银白、Dyson 大银白、Dyson 光剑吸尘器、光剑吸尘器，因为目前没有人做光剑吸尘器。好不好？有小银白、大银白都有。哎，很多人想买小银白耶。哦，有。Dyson 的吸尘器， Dyson 吸尘器果然有很多始终的支持者，所以不要忘了看完直播赶快到 Momo 去下单，因为到17号，哎呦，到17号之前，这个价格只维持到17号，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要提醒大家哦，根据本人路透社消息指出， Momo 的仓库剩下的货不多了， Momo 的仓库剩下的货不多了，所以大家这两天赶快去结账，大家这两天赶快去结账，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晚上陪伴我一起度过一个让你的空气变得更好，让你的环境变得更干净的晚上，祝大家晚安咯，不要忘了赶快去摸摸下单，拜拜。我要现场抽哦。你要手动抽还是现场抽？你们觉得呢？哎，等一下，他们说要现场抽，现场抽会不会很刺激啊？他们都在留言。对啊，现场抽，但是要用抽的，我不能用拍的啊，用抽的才。你就滑那荧幕，滑那个按赞的荧幕，然后截屏。按赞荧幕。就是你一定要按赞留言跟分享嘛，然后截屏，然后再 check 那个人有没有留言，有没有分享。这对我来讲会不会太高难度了？但是 YT 的可以事后，因为 YT 的影片我们明天才会上传。YouTube 的朋友，你就按照我的方式，我们会用电脑抽。对对对，他们说现场要抽，那粉丝团的。那我现在脸书怎么抽？哎，某某的人有回来吗？哎，按赞的，哇，这对我来讲高难度哎。不，可是你知道留言有些留言会被吃掉。没有，你用赞的，按赞的，你回到粉丝团。嗯，哎，为什么不行哎？不行哎。那他就事后，然后去 check 那个按赞现场抽奖。要不然我们明天中午抽粉丝团。我明天中午抽好了啦，粉丝团我明天中午抽，好不好？明天中午抽。没抽到可以去 YT 明天中午上架。哎，我跟你讲，如果你明天中午脸书粉丝团没有被抽到的话。你赶快冲去 YT 继续留言， YouTube 继续留言，因为 YouTube 明天会上影片，所以 YouTube 是明天晚上12点，是不是？还是隔天12点？隔天中午，就是后天12点，好不好？因为现在这样子好像有一点，而且 YouTube 中奖率比较高，对， YouTube 中奖率超高，不行，我这边这样出不来，真的不出不来。好啊，好，明天中午抽。明天中午抽。明天中午抽好不好？因为我这边出不来，不行，我这边出不来。明天中午抽好不好？大家继续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告诉我今天 Dyson 哪一台机器最吸引你，最想要哪一个？留言要写 Dyson 跟你想要的那台机器，好不好？明天中午抽出气泡水机，拜拜 ，Good night， 这次真的拜拜了，拜拜。